十几年，13吧，14。我94年来的嘛，对，应该有13吧，还是14。哎，我先给你们拿药，吴医师要我们先拿上去的，3个。上去我们再给那个洪医师那个批假开单。邱小芬是关山慈济医院的居家护理师，目前也是 IDS 巡回医疗团队的一员。医师、护理师再加上了一名司机，三人的 IDS 巡回医疗团要往南横的深山部落出发。上面几乎也都是老人家跟小孩，所以要下山其实都是不方便，因为也没有办法自己开车嘛。那公车一天就2班，所以对他们来讲比较困难。所以如果我们这样上去的话，当然对他们来讲就真的是方便很多。对，所以我们是他们唯一的医疗来的。没错。那你这样开几年？我现在大概开了5年多。开山路会不会危险？其实风险蛮大的，因为如果说前一天下雨，然后隔天又出大太阳的话，落石几率蛮大的。其实上去的话，容易遇到一些零星的小落石。那曾经有一次是遇过，就比一台修理车还大落石，直接掉在我们面前。因为探方的关系，所以我们要过这个天龙桥，然后爬那个古道上山。因为我们以前就是不管你，就是说不管你天气不好，或是有没有落石什么的，反正只要路好哦，就是都要上去。因为那时候路也是不能过啦，也是就是瘫。所以我们就是走那个上去，可能就真的有做到护士的那个使命吧。